要去哪里？今天要去的外景地点你怎样都不知道，那你们要自己想办法搭便车。每一次你们问到一个路人要去哪里，你就要跟他去。嗨，没有理我哎。你现在要去的地方离这里大概？我讲了我就要去了。对，我在那边已经被困了一个多小时。我钱都带了，他穷我们也要去。综艺咖，梦爸。